什么是输，什么是赢，袂吃不拼一定输定。什么是有，什么是命，打拼草头也会出名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也不知输赢。金色的爱情也会给人听，啊免悲伤，啊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什么是输，什么是赢，要吃不拼一定输定。什么是有，什么是命，打拼草头也会出名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也不知输赢。金色的爱情也会给人听，啊免悲伤，啊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也不知输赢。金色的爱情也会给人听，啊免悲伤，啊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的阿宏，无所不谈，阿咱这网友观众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真欢喜，一个加加咱这个阿宏无所不谈这个节目。咱这节目是每礼拜一、拜三、拜五下晡时两点开始，啊到四点。伊原由小弟阿宏成困。甲咱网友观众做伙来关心国家事、社会事、家庭事、教育事等。来，咱来看这个政治新闻吼。民进党中国事务委员会已经成军了，这是《自由时报》啦吼，台北报道。民进党主席苏贞昌主导的这个中国事务委员会正式啊来成军啊！我感觉讲吼，这个民进党的啦，吼，不管讲过去的这个董主席也好啦，也是讲即马这个苏贞昌也好啦，也是讲的孙啊啦，民进党员也好啦。那么阿宏。讲一声，恁哦过去啦，定来骂人啦，吼、哦，呀，恁即马，我看爱互骂啦，吼、哦，爱互骂，对不对啦？啊，无你较早骂人安尼，感觉讲啊真随便哩，吼、哦，凊彩骂都 OK 啊哩。但是我甲你讲啊，
恁当时的孙阿娘，对毋对？讲什么国民党诶啦，哈，要去用梳头啦，吼，啊，国民党诶是啥物啊？是迄个啥物干啊？台干啊，吼，即拢恁民进党诶哦，拢民进党诶讲诶，吼。甚至诶孙阿娘，有一寡民进党诶即个立委啦、议员啦，吼。伊也是孙阿娘讲话讲，伊若大陆开放来台湾哦，吼、哦，咱台湾的孙阿娘查某会找无安啊啦，吼、哦，安尼啦，啊，伊也是孙阿台湾会乱啊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今嘛你甲看，吼、哦，初初的孙阿娘讲要直行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民进党的妈妈甲要害去，安尼什么国防都无去啊啦，安怎就安怎啦，啊。啊！因随时的孙啊，就会当爬过来啦。啊，无吼，因若直行的孙哦，因遐的这个军队吼，啊，都过做因遐的这个人民呐，吼，啊，过来啊，啊，过来咱台湾呐，吼，啊，咱台湾就害啊啦，哈呢。拢是民进党咧讲的，哦，拢是民进党的人咧讲的，吼。但即嘛，伊要成立啥物？中国事务委员会，哇！啊！但你也使甲伊咧得得中国事务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！恁都逐摆讲的孙阿娘袂使甲因拿来接触啊，对毋对？接触的孙阿娘啊，伊会甲你通情啊，吼、哦，是毋是安尼先？啊！啊！恁即卖的孙阿娘民进党的啊，啊！恁什么成立什么什么什么中国事务委员会啊？啊！啊！恁是要用梳头？哦，若要用梳头，恁就大声承认啦。哦，你若有影啦，阮过去都讲了唔对去吼，啊嘛算了唔对去啦，吼、哦，也会算安尼啊，算讲，啊都较短视啦，吼、哦，啊较无讲想着较长的啦，吼、哦，啊即卖的孙吼，即、哦這个大陆都已经吼、哦，啊直行啊啦，吼、哦，啊阮民进党的吼、哦，看看的吼、哦，啊无赶紧甲啊即、這个大陆吼。哦啊！来建立一挂吼、哦，啊，这个算讲吼，啊来交流吼，阮、哦、民进党啊，真正啊，到尾啊，伫咧台湾吼，啊，就全澳洲啊哩，啊，所以阮最近吼，嘛会算安尼啊，阮不爱讲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什么人吼、哦，啊，迄、那个阮不爱讲啦，阮民进党就是吼、哦，这个党员吼，啊，直直无去啊哩，吼、哦。啊，走的走，倒的倒啊！你吼、哦，啊，所以阮即马最近吼、哦，听讲啦，吼、哦，介绍一个党员吼，入来即个民进党的吼、哦，有差不多三安尼啦，三吼、哦，啊，才三，到底是马英九的333还是安怎？对不对啦？吼、哦，那么稍等下，咱新闻再甲看，吼、哦，到底是即个三吼、哦、是偌济？哦。这个成为整合党内中国政策伊的这个重要平台啦，啊，苏贞昌昨昏宣布啦，将伫个九日，吼、哦，五月初九，哦，要来召开第一次，哦，啊，伊的这个委员会啦，希望讲借由中国事务委员会这个平台啊，吼、哦，啊来凝聚这个共识啦。啊！啊，那另出江西，那就怎么这个平台要从啥？恁就踮咧民进党的来，你就苏贞昌哦，开一个的阵啊，尔头一个开一个啊，迄个党员大会嘛，是不是？哦，然后看啊，这个民进党的人哦，这个意见是安怎啊？对不对啦？吼、哦，也了后哦，唔则按照的阵啊，党员的这个意见，然后哦，啊再来开这个民进党的这个什么会啊？召开的孙阿娘，这个这个头人啊，哦，这个什么？但我都未晓讲啊，因那是什么党的这个大这个什么会就对了啊？嗯，安尼唔才对哦。啊，什么的孙阿娘就大声讲成立什么中国事务委员会啊？啊！你这中国是叨一国？我请教，啊！
中国是倒一国？啊？啊是安那？你要称呼中国？你较早毋是讲台湾啊？是毋是安尼？民进党较早你拢讲台湾哦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？啊你讲中国？啊中国你著啊你著挨一劫啊呢？哈？啊你家己甘愿？啊？啊甘愿的孙阿娘要挨一劫哟？啊？是毋是安尼是？啊？啊，咱是台湾的，啊，你哪会阁合作中国？啊？是毋是安尼是？哦，啊，你若要和咱台湾，对毋对？啊，是啊，即马台湾煞无去安尼啦。啊？啊，那么处理好台湾甲中国，你甲看。啊？啊，你咧讲中国都是甲中国啊？啊？之间各方面的这个关系啊，哎，好、哦、啊！你想有影，较早干嘛啊？要害去？啊！你即马搁讲的孙阿娘，啊！你要去甲中国之间吼、哦、各方面的这个关系，哎呦，哈！你敢讲，我唔敢听啦，真正啦，那是迄落我都见笑死啊啦，真正无面通我见人啦。啊、那么对整个区域。和平稳定有帮助啦，我甲你讲，什么帮助？你若卖点啊吵，就有帮助啦。你若讲点啊吵，哪有帮助？你甲想啦，规工安尼伫法院啦，啊，即落什么什么咧，哈，啊，什么咧核实啦，什么货啊，逐工咧吵，哪有法度人去安定咧？啊，是要安怎安定？要安怎稳定？我问你啦，啊，你家己就咧弄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？是毋是讲迄个敢那咧跋筊咧，对毋对？啊，家己谈，家己抬啊，坦白来吼，啊，是毋是安尼先？民进党中常会，哦对啦，就是我拄仔伫讲的啦，党员开会，党员大会开会，啊，再过来开这什么中常会啦？那么，张通过党主席苏贞昌。提名的这个中国事务委员会这个名单，包括委员会召集人苏贞昌在内，拢总有八成员呐。剩的七位成员是前行政院长尤锡坤呐，哦，咱来甲看，哦，过来前党主席蔡英文呐，哦，过来就是讲立法院。党团交总召啦，郭建明啦，吼、哦，啊，甲高雄市长陈菊啦，台南市长赖清德啦，前国安会秘书长邱义林啦，以及着新潮流的哦，因这对啦，因这拢有啥物新潮流系的啦，啥物遐啊啦，因这拢派系的对个，大诺哦，吴乃麟啦，我讲诶，啊，吴乃麟毋是去。啊，去哦！国民党的这个法院，甲判了几年哦，判十几年哦。啊，伊啊啊，这伊爱先放弃啊，等啊判无多，毋则搁甲补落去，毋则掉。啊，你即摆若安尼生，啊，伊搁要啊，即摆若是法院迄落，啊，恁这个民进党伊搁开始搁要压这种的迄个啥物民粹这个旗啊，伊搁要反共啊啦！搁要反共啊啦！啊，要反抗啊啦！啊，根据了解，中国事务委员会会当设委员七到九个啦。那么前行政院长谢长廷目前无伊加入委员会啦，伊无爱，因为呾讲，啊，伊着挖鬼。国民党的这边过来啊，对不对？人伊承认九二共识啊，对不对啦？哈、啊，所以伊变来去参加恁这個，是不是安尼先？啊，哎，那个参加恁这個，哎，讲九二共识了呢，啊，唔得个定个，和民进党的一个定个臭头，嗯，哎呀，你唔什么什么什么臭啦，哦，什么臭啦，哦，啊、风吹是嘛，你啊两面倒了，唔得个风，本来有人要咧骂。但是伊若阁挖上来哦，啊，伊骂伊阁较忝，骂伊阁较忝，吼、哦。那么党中央即有缘啊，期盼谢长廷会当加入了。是啊，爱希望讲伊会当加入。人伊有
有人伊下骹手诶有一丁滴诶哩，对毋对啦？哈，伊恁人看咧，伊一丁也袂细丁诶啦。哦，因为我袂输迄种诶孙阿娘，即马讲黑社会啦，对毋对啦？人伊一丁哦，拢正派诶，是毋是安尼先？哦，啊，那么到你召开首遍诶即个会议啊，哦。苏贞昌自去年十一月宣布中国事务委员会由伊兼任召集人了后，由于谢长廷啊，甲尤锡坤拢表明婉拒加入了。哎呦，啊，本来是安怎？尤锡坤本来伊是拒绝呢，啊啊，安奈即满奈加入，到底是安怎？啊？可能有按和摆在头前的款啊，吼、哦，啊头一个咧涨价的款啊，吼、哦，啊即马可能吼、哦，该讲苏贞昌讲安尼好啦，啊无我吼过落来就你啊，吼、哦、我过落来就你，我招我的孙阿娘总招一人啊，吼、哦，啊的孙阿你哦，你的孙阿副招一人嘛，对不对啦？哦，那安尼先，可能安尼先，有些困就讲啊好啊，无我都。做看卖啊，哦，对不对啦？哦，所以本来是拒绝加入的啦，哦，即马伊来，伊也一分滴的啦，哦。那么，苏贞委员会运作陷入这个停摆啦，停顿就对啦。不过，顶礼拜五，尤锡坤面对苏贞昌一再来力邀啦，哦，啊来啦，你来啦，哦，啊那要死就死，大家死做一个，莫靠判。哦，对不对啦？哦，啊，那要好嘛，大家来好一个，对不对啦？哦，伊只个孙阿娘讲也好啦，啊，你都哦，遐尼啊辛苦啦，哦，啊，我都算讲答应你一摆啦，哦，信用你一摆啦，哦，啊，所以才愿意阿来加入的，哦。苏贞昌昨昏召开记者会，表示东亚局势。急速变化了，连中国领导人拢已经换届了。啊，人家换届是因为是一届一届啊，对不对啦？是不是？啊，啊，你着看换人，较早你甲这个胡锦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着讲讲的算安尼啊。啊，胡锦涛要通钱啦，吼，利用这个安怎啦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着讲一寡。无定义人听的话啊！啊，当然你咯，哦，迄届歹势，哇，啊，即马拄啊好，拄啊换一个新的你，吼、哦，啊好啊，新的当然啦、啊，咱较早拢会顺啊呢，富富的就对啦，即马换新的，赶紧的，咱做一个啊中国吼、哦、事务委员会，吼、哦、啊来介吼、哦、交流一下，来互摸头一下安尼啦，啊。啊，那么两岸之间的这个活动更显复杂了，哦，更加复杂了，哦，中国事务委员会成立了后，五个外界来，哦，积极进行筹备的这个工作了。期间召开五次会议啊，哦，咨询委员开会17遍啊，哦，参与的这个政调、政务官啊，甲的什么学者，拢总200人次哦，哦，200人次了，哦，对这个吴乃麟因为台糖案哦背信罪判刑定刑啊。哦，即将要来立家啦！哦，苏贞昌伊伫讲啦，哦，吴乃麟现在还阁是自由身啦。那么，党对于吴乃麟因台糖案背信，诶，这个罪吼，感觉是安尼啊，真袂当过啦！哦，
所以说呢，中央早就邀请伊担任委员啊啦，所以我愿意帮助，吼、哦、帮忙伊，吼、哦、感觉真感谢啦，吼、哦。啊，那么后来这个问题吼，伊支持我那人啊，提再信啊，佮非常上诉啦，啊、哦，对不对嘞？啊，就是安尼生啊，即嘛问题就是安尼啊，伊即嘛佮。甲捡入来，啊，时间要叫伊入家，开始又搁变啊，啊，对不对？绝对是安尼生啊，哦，所以嘛，再讲你来看，好啦，哇，咱赶紧啊，休困啊，讲甲唔知人去，时间拢无控制好，来，江边小别。我来吧，比人来吃破，三军里别了，江风对面看。真情真爱，父母无开花，不知少年啊，热情的心肝。
红落叶，目睭见渐渐烧，爱的人，芳甜的心，我已经找袂着，怪你呀吧，恨你呀好，甘会改变这个结果？总共是一句无奈何，爱也无，情也无，只有心做。风红落叶，目睭见渐渐烧，爱的人，芳甜的心，我已经找袂着，怪你呀吧，恨你也好，该改变这个结果。总共是一句无奈何，爱也无，情也无，只有心做。随风吹来吹去，流浪来生活，阮就是日不时，日不时的姑娘。今夜一生一暝，就要离开的过去，乌梦彼路的回想起来，回想起来，啊，将满腹的情的情回想起来。
有时阮当青春红颜的年纪，阮就是你不是你不是此时在路途上，如此做故乡，阮就是你不是你不是小哥回来现场吼，咱这么说，今年的节目是阿宏无所不谈。咱这节目是每礼拜一、拜三、拜五，下晡时两点啊，到四点。有缘有小弟阿宏成群，甲咱网友观众做伙来关心国家事、社会事、家庭事，以及到教育事等。来，那么列个啦，哦，就是。民进党中国事务这个委员会哦，这个名单公布啊，内面哈无这个贾中庭呐。原因是安怎来？咱家看这个内容。那么拄啊，迄个是自由时报啦，吼、哦。咱来看中国时报伊安怎讲？中国时报台北报道。那么伊讲的是咱民进党主席苏贞昌领导的啦，吼、哦，主导的啦，吼、哦，中国事务委员会委员的名单昨已经公布，将立格复兴伊的这个前民进党秘书长吴乃麟、国安会前秘书长邱毅麟，拢。名列其中。那么财政人士在透露了，在党内大佬运作之下，前行政院长贾中庭原本来已经考虑要回头了，为了最后却因一寡原因呢，吼、哦，来画卡，就是动掉的就对了啦，吼、哦。那么和介入。协调的这个人啊，相当的这个恶腕啊，吼、哦。苏贞昌伫个去年五月宣布，就组中委会，吼、哦，中国事务委员会，简单讲中委会咧，吼、哦。期间一度邀请遮爱来任这个主委啊，吼、哦，啊主委就
上界大诶委员过来，就是主委啊哩，吼、哦。啊，那么但是派系角力之下啦，临时改由苏诶本人啊来兼任，吼、哦，讲是安尼啦，对不对啦？啊，头一个讲苏诶讲啊好啦，会食啊，啊，那么，互你吼、哦、做这个主委啦，吼、哦。嘿，啊，老尾啊，讲出去啊，想想的吼，这个苏贞昌讲，哎，安尼袂使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互你做主委，对不对？啊，死狗，我头前是召集人安尼呢，对不对？啊，互你做主委，即马刷落去，一个开始运作呢，对不对？嗯，啊、我嘛是委员呢，嗯，哎，啊，安尼我都无权啊咧，嘿，安尼袂使，袂使，吼、哦，所以说安尼啊。了后的孙阿娘，这个贾中庭啊，哦，那么我引发起啊，这个不不完啊，对不对？政治部古在担任委员啊，哦，那么由于这个行政院长尤锡坤嘛接连来顽固。接这个委员啊，大家拢要做头哩，对不对？做脚了，大家拢无爱哩，是不是？因为因家大家拢有做过行政院长啊，是不是安尼先？哦，所以当然啦、啊，伊个官衔做到遐大去啊，对不对啦？都总统、副总统过来都伊啊哩，哦，是不是安尼先？所以伊若要做脚，大家拢嘛要做头啊，都是要做脚，对不对？啊。所以书记委员会哦，陷入这个停顿呐、啊，吼、哦。但是由于所事了后的孙阿娘不断啊来释出善意，将乎尤锡坤点头，啊要来加入了，吼、哦。啊那像这种的恁吼、哦，嗨。啊！这大家烧钱要去用梳头，我这真奇怪呢。啊，较早是安尼，嘛国民党诶，嘛甲无一地安尼，啊，即嘛逐个安尼，三钱要去用梳头，对毋对啦？啊，那么昨个时阵安尼啊，所以将着委员名单送到中常会报告啦。哦，讲啊，着即嘛吼，咱着咱党诶成立即个中国事务委员会，吼、哦，啊，着即个会若成立，吼、哦，啊，逐个吼，嘿。就要稍微准备一下，吼、哦，头壳吼，就要如何较光的啦，对不对啦？像我这个，吼、哦，光头啊，来冲冲冲啊，吼、哦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来去的孙阿娘，看有通好来人民大会堂啊，吼、哦，也来，吼、哦，参见这个因中国国家的这个领导人，吼、哦，即马都算。这个习的哦，习近平的哦，那么报告里面的这个名单人员，除了苏游，还佫包括前民进党主席蔡英文、民进党这个立委党团总召郭建明哦，还佮高雄市长陈菊。台南市长哦，啊，这个无简单啊啦！哇、哦，即马选到市长哦，啊，这个少年家哩，吼、哦，啊，佫有魄力，吼、哦，啊，你也看，佮提拔，哦，佮提拔起来的孙阿娘，做这个中国的孙阿娘，吼、哦，这个事务委员会内面的委员之一啊，准备的孙阿娘要来互梳头的其中一个就对啦。啊，即马袂歹哩，吼、哦，虽然讲要用梳头。对不对？阿妈过的时阵呢，嘛是在因这个民进党诶成立这个委员中国事务委员会，嘛算讲头目之一啦，对不对啦？那么对来进行意见来沟通，对外宣示，对中政策啊，甲两岸交流诶这个方向，咱来甲看，看伊方向是毋是？伊原是甲国民党诶，吼、哦，同款无，
吼，若共管我，搁着干嘛？敢若安尼都毋免啊，对毋对？啊，一规规去国民党诶，啊一党就好啊，无需要你啊，对毋？他妈差鸡拉鸡啊，是毋是安尼先？啊，袂好，是毋是安尼先？哦，啊，即、這个财政人士伫咧透露了，哦，尽管蔡中庭主张诶即个宪法国标啦。想到基本教育派的这个质疑啊，但是蔡英文啊、尤锡坤啊、陈菊啦，啊，甲这个赖清德等人啊，拢认同成立中委会伊的这个目的啦，啊，无非是要互党会当伫个平稳状态下，这个演技共识啦，哦，过程那无。蔡中庭呐，恐惊哦，和这个讨论哦，过程哦，少了有一挂声音呐，啊，算讲敢那，因咧骂国民党诶，讲啊都，啊，都一党专制哩，吼，啊那卖研究讲安怎，啊大陆安怎哩，吼，啊因民进党拢是安尼，啊都爱吵吵闹闹，啊才会过哩哩，吼，啊无安尼吵，吼，敢那会顺安尼啊，但。太，迄落啥物天下都无太平，安尼就对个啦，吼、哦。该人事进一步，伊伫咧讲啦，啊，这人事毋知啥人，伊嘛讲出来啊，对毋对啦？敢若讲该人事是啥人啊？那么所有遮，若会当伫咧中常会啊来合作吼、哦，也有利啦，吼、哦，化解即个双方的即个恩怨啦，吼、哦，你甲看，因为民进党个嘛。哦，这个结得真深哩！啊，你来想，因为这个党诶内面诶，这个中常会嘛，安尼咧斗，吼、哦，啊，即卖因党员下面诶嘛是安尼咧斗，哦，对毋对？咧分派啊，嘛是安尼咧斗。啊，即卖这个算讲支持民进党诶人嘛是咧斗，所以咱都规工安尼是啊，你毋相信哦？你去公园啊看卖啊，都逐工拢有咧讲这就对个啦，嗯。那么，所以说呢，根据陆续有几个党来大陆，吼、哦、啊，要来向这个所有社啊来游说啦，吼、哦。总的说呢，或者吼愿意积极考虑是不是讲要加入了。那么你说马友谊的说呢，搁再囥一遍啦。那么该人士伊在讲啊。对不对？为了静江，却突然传出所有准备在昨公布名单啦。哦，却会说呐，确定这个无在内底啦，无在会内底啦。哦，那么这确实的说呐，呢，和因的说呐，大感意外啦。哦，但是背后啦，转折哦，还佫需要了解一下啦。到底是真真正正什么原因啊？我甲你讲，真正原因就是所以吼、哦，表面讲啊，就食啦，你来加入啦，心肝内苦无讲，哎呦，你莫啦，你莫莫来啦，对不对啦？啊，来后摆会算安尼啊？啊，伫个这个2016年，啊，大家都搁来争个个，对不对？甚至会算啊，拍个个，吼，啊，这个目头目青啊，你是不是安心？哦，啊，都归去啊，归我旁啊，啊，无会算安尼啊。啊，你礼拜啊，你礼拜绝对你换一个派系滴个。啊，我苏清昌哦，过去吼嘛无啥派系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我都靠我家己吼、哦，伫个地方当时哦，伫个这个什么啊？等这个什么啊？南部迄个什么啊？啊，迄高雄过落去迄、那个迄什么我都说名煞袂记个哩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拍出来这个天下哩，是毋是安尼先？哦，啊，豆豆的时阵，我嘛做过台北馆长的，对毋对啦？哈、啊，我嘛做过的时阵呢，啊，这个什么呀？哎，可是伊毋知有做过行政院长无？啊，所以的时阵呢，伊做我，啊。
哦，啊，搁委员之一的这个吴乃麟啊，那是入监吼，复来复刑吼，嘿，啊，这个客哦，唔知要安怎处理啦。苏贞昌表示讲，目前吴乃麟是啊搁自由身啊，踮到法院啊无会孙啊呢，叫伊吼，啊倒来会孙啊，当时，哦，啊倒来来报道入监哩，哦，啊所以咱即马。先甲邀请无要紧啦，后来才拍算啊啦，对不对啦？所以还佫会当帮助，对不对？啊，咱讲几句啊话哩，吼、哦，因为伊因为是头壳因为是鬼头鬼脑的人啊，是毋是安尼先？啊，啊安怎会顺安尼啊？啊，才袂好过去支持咱民进党的吼，啊来交甲错哩，吼、哦，是毋是安尼先？吼、哦，啊，而且会顺啊，党的这个中央嘛会协助提出。这个在心啦、啊，吼、哦，以争取搁较侪这个时间啦、啊，吼、哦，就是有关这个吴乃麟嘛，对不对？因为要搁王国明出啊，搁来个啊抗议啊，吼、哦、啊看安尼吴乃麟啊，看会搁啊演一两年啊，啊再去坐假袂啊，敢有可能？啊，咱时间也到，讲只到只做结束，其他下一回讲这个网络，讲这个时间继续收看阿红。无所不谈，再见，拜拜。